就从 A 卷，因为我有考三张考卷，我从 A 卷开始，这一次我都会把答案写上去。来，第一题 ，No one can， 这个有没有觉得好熟？为什么要接原起？哪一个才可以接原起？实义动词，很好，所以答案选 B。OK 哦 ，make let have， 可以看着你现在手上这张白色的去对照。第二题 ，I forgot 什么什么 him so he didn't come， 他没有来，没有来，是我打给他我忘了，还是我真的忘了打给他？忘了打给他，那忘记的用 C 对 ，to 就是还没有做的 ，to 就是还没有做的。再来第三 ，look。重点在这个字，有发现吗？这四个里面哪一个只能加 to？ Decide 对 ，B、C、D 都要加 ing， 没错。再来第四题 ，How much do you spend？ 刚刚才写完 ，spend 后面加什么 ？on 还是 in？ 看清楚哦。考试如果哈有 on， 你就选 on 就好了，因为 on 直接加名词。可是如果你要加 ing， 你就必须选，好，知道哦。in 加 ing， on 接名词。in 加 ing， on 接名词。再来第五题 ，get high grades， 得到高分这一件事情，我讲出答案 ，is 没错。OK 哈，好来第六题 ，the room is dirty， 这房间好脏啊 ，in it， 人力的还是东西力的？东西力的加 ing， 对，所以选 B。再来 ，let 圈起来了，我帮你圈起来了。So this is why I won't let you， 这个叫实义动词，实义动词没接原形，对，所以选 猪。再来第八题 ，Mark practices 后面只有一个答案 ，ing， 没错。再来第九题 ，enjoy ing， 所以选 猪。再来 ，we decide。我们决定明天不要去游泳哦。那不定词的否定呢？不是 don't， 不是 won't， 它叫做 not to。对，所以选 A。再来十一题 ，You can get well soon by， 其实 by 叫介系词啦。所有的介系词后面就没得挑，只能加 ing， 没错。再来十二题 ，Mandy usually feels like。Feels like 后面加 to 还是 ing？ 那 go 后面要加 ing 还是 to？ 所以答案 猪，对，两个都要加 ing 的。OK 哈，再来第十三题，我帮你打个星星。Liz thought further， but he doesn't now。他现在再也没有了。曾经，那个曾经 drink 在这里叫做酗酒。Use to 接原形还是 ing？ 原形，所以选。所以选 A 错。再来第十四题 ，It is fun。It is ADJ for 什么人 ？To 什么事？所以选 C。再来第十五题，这个你就要背起来哦。与什么有关叫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与什么无关叫 have nothing to do with。所以呢，这个地方它叫 have nothing to wear， 所以答案选 B。对，我没有办法，我没有什么好适合的衣服穿去 party。好，再来十六题，看清楚。刚刚有写 is the free， 后面有两个，你要选哪一个比较好？哦，不加 ing， to 接原形，对不对？十七 keep ing， 所以选 猪。再来 it is hard for me， it is ADJ for 什么人 ？to 什么事？对，所以选 A。再来十九题，这个一撇丁哦，是 would 的缩写。I would like to go， 所以选。为什么不选 A？ 对哦，不要被骗哦，因为是 to go to Hong Kong， 所以要选猪。再来二十题呢，这个字叫故意。mean 这个字叫故意，叫 mean to， 所以选 B。OK 吗？好，大概就这样。不用抄答案啊，你到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要拿考哪一。